喂，设计家 TV 你好，是什么？不想看居家设计了，要点不一样的，有难度，有挑战，不过我们立刻为你服务，出发。黄林芳设计师最为人所称道的是简约的形式、弹性的色彩与充满想象力的居住方式。他所设计的房子并不拘泥于固定的模式与形态，替台湾室内设计界注入一股独特的活力。就是设计上面其实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可能，然后如果说一个设计案能够让大家就是一起去学习成长，然后甚至是可以把这个设计这件事情就是玩得很开心，我觉得这个是我做设计最好的一个回馈。2014年的春天，黄林芳设计师走访台北市天津街上这座历史悠久的中央办公厅舍，带领我们前往他即将投注心力的暗场。这边就是我们文物馆的入口处，他们希望这个地方一进来就让别人觉得说，哇，就很有那个气势跟感觉。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就是文物馆它是比较沉静的嘛，所以其实我希望这个地方它一进来看到的时候，其实是很干净的，很干净的面，然后可以让你开始就是静下心来，然后进入那个历史的轨迹。这里是内政部警政署。不久之前，黄林芳设计师与净土师脱颖而出，接受国家的委托，他将挑战在这个老旧的办公室，打造一间珍藏着国家警察历史的文物馆。我们的整个形式都是在一个弧状的结构上去走，因为我们是在走一个身形，所以其实这边的话是整个是一个大的弧形。平面规划是黄林芳设计师此次的设计重点，他的概念是将整只景鸽融入在平面设计之中，行走在内部的人们虽不能立即意会置身于景鸽的保护中，但却是在景鸽的保护中行走，象征着警察无所不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意志。因为我在整理文物清单，所以其实我一直看到景鸽，那时候就决定说会把这个东西用到我们的平面施工图来。这只鸽子虽然鸽形是在这个展馆的，可是其实你走在里面你看不见它。对，那我觉得就像其实警察一直都在我们的周遭，可是我们其实会忽略他们，但他们一直都存在，然后在保护我们。事实上这样的设计难度很高，由于鸽形是由曲线所构成，这代表展馆所有的墙面是由连续的曲面连接而成。当然困难了、啊。其实做这曲面的墙哦，最大的困难点就是说，它必须在每一块板子去做切割。它切了100多刀，又把它折过来以后呢，相对的也切了100多个沟缝，油漆也劈了100多个沟缝，在做法上其实都很麻烦。但是严格来讲，你产品的呈现上这样子是会比较好看的。负责施工的团队是专门制作展馆的工班，他们将会有鸽形的样板与地面拼接，聚精会神地拼接设计师心目中的鸽形，生怕产生任何一点错误。我觉得问题比较大就是精准度啦，天花板上的这个鸽形，他们办法是在底下接好以后整个被吊起来，我觉得整个是一个装置艺术在制作。对，你一定要将就一个平面，就是警徽的平面，那些跑掉的地方呢，我们必须再重新的修正，把隔间往里面拉，或是重新的固定天花的支撑点。所以这一个地方呢，我们这里面大概有几个地方是有重做过的，也是一件不容易完成的工作。8月，展览馆的施工即将进入新的阶段，黄林芳设计师到现场检查施工单位的成果。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可能还要考虑到说，就是文物摆设的高度，然后大小，那跟它旁边说明的牌子，对，等等的。所以现在其实它后期几乎都在处理这些比较算是一个视觉上面的东西。布展这一块是很重要的啦，那只是说大家都没有太去重视它。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很专门的事情，那我也因为这个我也去上了策展人的课，对，然后来做这些展览。那我觉得目前台湾打得最好的灯光的地方是在奇美博物馆，等一下说我去参观过，然后也去里面说上他的研习课，然后就是为了要来做这个的展场。对，
对于黄玲芳设计师来说，即便设计在一开始就已经获得馆方的好评，他依旧在寻找可以突破的缺口。除了原有鸽形平面之外，黄玲芳决定在天花板悬吊数百只鸽形装置艺术灯具，象征了警察团结一心的意象。很困难啊，因为我们要自己，等于我们重新再做一个，又再做一个工业设计的产品。这整个鸽子也是 3D 列印出来的，那一只鸽子要印26个小时，100多只，模型一好就开始印到就是布展前这样，好几个月。9月，这件珍藏着国家警察历史文物的展馆终于竣工了。现在就让我们跟着设计家 TV 主持人一起走访现场，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吧。9月，这件珍藏着国家警察历史文物的展馆终于竣工了。现在就让我们跟着设计家 TV 主持人一起走访现场，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吧。哇哦，有这么多的白鸽，来到何处？莫非是吴宇森的英雄本色发哥在拍片吗？哎呦，发哥！哎，永康，不见发哥，见林芳。发哥没有来，我来了。你来了？对。你是英雄本色的影迷吗？是啊，应该算是。应该算是、啊。从小就看。难怪来这么多白鸽啊。因为我们今天在的地方是内政部警政署的警察实际馆。那我们在做这个展馆的时候，我其实是想要截取他们的警徽上的意象来做这样的设计。氛围变得不一样。对。因为大家想到警政署就硬邦邦的啊，枪啊、man 啊、男生。但是和平鸽一出现，整个调性就不同。是啊，而且其实这个鸽子来讲，它其实有它的功能在的。哦，不是装置艺术而已吗？不是，因为它其实。在我们的天花板上飞，你会看到说它有的是灯具，那有的是靠我们空间的灯光去衬托它的，它是沿着我们的展馆往内飞，所以它其实是对着警政署的署长办公室比较群聚的这个团结的意向往这个方向飞过去，也间接的让展览馆的动线可以更加的明确。是，我们就是顺着鸽形本身，它就有分成一个内圈跟外圈，所以也是一个动线指引。那你刚刚讲到说吸金一个像修路一样的概念，进到了展览馆的大门必须要有什么样的东西？因为这个地方它比较特殊，它跟一般展馆不一样，是一般是说一整栋它可能就是一个展览馆，那这个部分它是属于在署内的，所以它是进到一个接近办公区块的地方，然后从办公室的那样的氛围要进到一个这样的展馆，那我希望他先有一个过渡的空间，让他在这个地方先做停留，然后我们会有一个介绍展馆的影片，短短的影片，他在这边先浏览过之后，那再进去参观，他会比较知道就是说要看的东西是什么，重点是什么，那让人可以在这个地方可能团体一起拍照。后面就只有史迹馆的字样在这边。对，那但我们在拍照的时候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你会照到我们地上也会有投影的警察史迹馆的5个字。哇哦，对，这是投影灯，当初一开始就想到的。对对对，就希望有这样的效果，就是背后有一个衬板，然后我们人在前面拍照的时候，那前面会有一个亮点。我相信我现在的心情，经过你的解说，已经经过了沉淀跟调整，准备好了。开始能够慢慢的鉴赏整个展览馆的内容。首先看到就是所有展览馆一定会有的像年鉴式的记录哈。对，这个是一个大世纪的一个演变。林芳，展馆的空间应该都蛮珍贵的，你为什么不做到顶呢？要留这么大的片空白不浪费？这样子看的时候，视觉上比较舒服吧。你如果一直抬头看这些文字，其实我想你也不会看太久，你就会离开。对，我想要让你停留，然后就看了一些就是一些重点，我们精简出来的一些文字。所以它的高度必须要跟我们一般人平均身高的视觉是差不多。对，需要在视觉高度上。当你往这边看的时候，其实你的脖子是很舒服的，不需要抬或者是低得太低。
子完成了我少男时代的梦想，因为当年念书的时候，街上最趴的车叫做 RZR。当这部 BMW 重机警车出现的时候，很多男生的第一志愿就改了，希望能够考上台北市交通大队，能够有朝一日骑重机，然后给别人开罚单。哇，这 feel 不一样哎！来，李芳，哦哟，这个还好高哦。你们当时把这个车推到展示中心，应该很费功夫吧？很费功夫啊，它是吊上来的，然后再出动七个大汉把它就定位。我好奇的是，到时候对外正式开放的时候，一般人能够像我这样亲自触摸到它，然后跟它拍张照片吗？可以啊，这个就是特别设置的一个拍照区。那像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属于互动的装置。那它虽然是摄影，但它可以近距离的观赏到这个就是机车的构件这样。不过对于像我一般来讲的话，我曾经有少男梦，就想骑重机，会提高我来这边参观这样展览馆的意愿，对，提高一些意愿。而且我相信这样也可以缩短一般警察跟民众的距离嘛。是啊。人生何处不相逢啊，你走内我走外，终究顺着白鸽走就对了。是啊，就有这样就会遇到，东西蛮顺畅的。所以像我们设计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分成内圈跟外圈。对，这边就是我们的外圈，那一开始是顺着整个的外圈走，那走到这边的话会再分成沿着内圈走，所以走两圈就可以逛我们所有的展品。等于是这整个展览馆的动线，你是绕个两圈，对，就可以完全的尽收眼底。是，那当初你怎么样把它做分类？因为很多要展示的东西啊。因为其实有一个主轴啦，就是有一个九大区块，所以我就是自己看了这九大区块，区分每一个展品它应该在的位置，这样子。对，就做了一个功课去做研究。比如说我们刚刚从制服区的话，可能就是一些官徽、阶级等等的这样子，警徽一直延伸到制服。那制服这边它会接续到一个派出所，所以我们可能从比如说派出所的一个衔牌开始，到门口停了脚踏车，进到报案台，那甚至是里面的一个囚犯他上铐的一个幽闭空间，就是它其实是有一个这样铺陈进去的。你知道以前我跑新闻跑什么新闻吗？社会新闻。我找霞辉，所以你刚刚讲到那一个禁闭空间。本人非常熟悉，感觉 feel like home， 然后回到家一样。你看那地方，这个是，这个是上铐区。上铐区，在分局以前叫做三组了，现在叫做侦查大队。嗯，所以他们嫌犯来的时候呢，第一时间问笔录之前，先铐上来说。先关在这里再说。怎么会有想到设计一个这样的空间呢？因为这边是派出所后方的一个空间，所以其实嫌犯被抓进来之后，我觉得他就应该要被关在这个后面的一个幽闭空间。幽闭空间，对，那也可以让来的人体验到这种幽闭空间对你造成的影响，所以其实你就会知道你不可以做坏事，你会被关进来。我听出来，这完全是妈妈的口气哦。所以当时是你小朋友不乖，你想说，有这个地方告诉小孩。因为我的小朋友他每次去校外教学回来，都会跟我说他觉得很无聊，然后要一直照相啊等等的。那我自己在设计这个展馆的时候，其实我就希望说我可以设计出一些地方是让小朋友也觉得好玩，那可以从当中去教育到他一些事情的空间，这样。我完全了解当妈妈的心态，就是你以后不乖，我跟你讲，就会把你关到那个警政署里面那一个展览室当中的手铐区。对，就是先让他来体验一下，他以后就会乖乖听话。因为那时候有提到，就是希望有一面是照片墙，所以我就希望说可以是一个比较有气势的一整面墙。这里大概有七块玻璃，就是去组成这个整个弧度，就是制作过程也都是很困难。那另外一个是贴输出也很困难，真的是输出的设计上也很困难。诀窍是什么？就是一直做啊，就是一直去修正它，然后重新排列这样子。Thank you.
太酷了！除了有警盾之外，居然还有枪可以射击。觉得今天好像不是来录设计家，比较像在录外景的行脚节目啊。哎，林芳，这个是真的警察用的警盾吗？真的啊。哦，真的还蛮重的耶。是。这个警枪，我觉得好像是来玩 game 哦。还蛮多东西可以玩的，在这个场馆。好多好玩哦。对啊，因为我希望小孩子来就是会有一种很开心、精神尖叫那种感觉。不要说小孩子，我来这边我都已经自嗨到不行了。我觉得你已经玩到很开了。已经多少个地方可以让我有一些可以实际去操作的，对不对？是啊。是啊，不过当初有这个警政署 OK 吗？不会觉得说太……不会啊。他们其实蛮希望就是民众可以去体验到这一块，然后甚至是他们其实蛮强调后坐力。后坐力。对，就是在要求这个枪支的时候，要双手 hold 住。他们这样觉得才有那种警察开枪。对，要有这样的感觉，因为这样子其实也可以让有想要就是以后可以当警察这样的小朋友，他可以感受到。知道开枪不是像雷射枪光瞄准一下。对。哎，我觉得现在的官衙门开始开窍。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全台湾很多公家机关做的展览中心是都被媒体列为文字馆。因为你要编预算去营运，但是根本不会有人去参观嘛，对不对？是。但其实我觉得这样子开放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机关学校把这边当作校外教学的一个地点。我也很希望啊，因为我也不希望自己设计出来的东西被评为文字馆。是啊。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些其实是应该是说，当然设计师必须要去提出一些想法。嗯。但是很幸运的就是会要有支持我们这样做的展馆。是。对，因为其实我们整体设计的方向都会跟一般的展馆的呈现方式是不同的，所以他们给了蛮大的支持。空间啊，对不对？对对对。那问一下，这个一次要多少钱？不用钱。不用钱，非常好。像我这种爸爸就最喜欢孩子来那种有冷气、用亲子互动玩不用钱的地方，实战体验，太酷了。来，等一下前面搞不好有坏蛋过来，来乖，我帮你哈背一下，好，慢慢走。就是这个地方，它其实有就是交通执法这一块，这个就是我们会去开车体验，就是当你喝醉酒了以后，就是不安全的上路这样子。对，那这边的话，我们就是在设计上的时候就有要求这样子规格，因为我们这边除了多媒体室以外，其实我们有另外两个投影机在公共空间，所以其实它的问题会在于怎么样让三个声音不干扰。那当然在多媒体室里面的声音会是最大声的，对，所以我们在它的天花板上面去用了砖泥板去做吸音的动作，那这个东西是在国家音乐厅的部分去做使用的东西的材料，然后我们把它用到这边来。外面空间的投影的其中一个区块在维安特勤那边，天花板我们也是用同样的材料，就是希望说这三个地方的声音是不要被干扰的。就是觉得常常出去在看影片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是椅子会让你坐不住，对，所以就希望说设计这样子的一个椅面的一个斜度，那让我们在观看的人可以是比较舒服的状态去做观看这样子。我们展览馆快要逛一圈了，你的内外线的动线交代都很清楚。我比较好奇的是，接近尾声这部分，怎么会有几个展示柜在我们的主动线上面呢？这边的话是我们刻意就是摆放的展示柜，刻意安排。对，那这里面展示的是一些跟就是制造弹药有关系的展品，那它其实就在我们设计区的旁边。对，那我让它放在中间的话，是希望其实透过这样子，我们可以环绕在这个展柜的旁边去看这个展品。你的展示柜也跟别人不太一样，因为一般我们看展示柜的时候，通常是这样弯着腰看嘛，因为这样子的话，它玻璃就会做到这个地方。嗯，那我弄那么高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弄那么高，第一个就像你刚刚讲的，你就不需要弯腰去看了。第二个，我在看的时候，这个地方不会有一条玻璃的线，那它会导致我没有办法完整的看到展品，然后也很容易被我们就是灯光投射的那个灯光去做到反光。那我这样子包含灯光打的方式，事实上我会在一定的高度上其实是没有任何反射去阻碍到。而且你这样子凸出来一块，你这边也可以看，然后可以绕到另外一头也可以看。这也是两面可以看的一个概念，这样子。两面都可以看，而且如果说
刚刚交往的女朋友跟你快来逛的话，你可以一边看这边，一边看看对方，哎，这更加情趣了。不过你的陈设柜还有哪些特殊的一些蹊跷，我们现在看不出来的？因为我们其实会设定说，希望他们未来如果更换展品的时候会比较方便一点，所以其实像这个地方，我觉得它是可以被替换的。那我就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这样子的设计，所以其实我可以把它移动出来，然后替换展品，然后再把它归位。哎，这有点像是首饰珠宝展示区的概念。是啊，它可以随时做更换，因为我们可能一般在展示中心的东西会放很久。对。但如果这样子有这样设计的话，它更换它的展示品来讲的话比较方便，也可以让不断的新的东西推出来，让民众参观过之后下一次过来又有新的东西可以看。其实今天参观之后发现，一般的居家设计跟所谓的展示中心的设计真的蛮不一样。一般居家屋主的需要为出发点，是你的设计展览中心以参观者的需求为出发点，增加了我们一般来参观展览的时候的流畅度，而且互动的体验呢，也真的增加了一般人来逛公家机关展览中心的意愿。是走进警察史迹馆，迎面而来的弧形墙面拥抱来访宾客，宽阔的空间不仅可以拍照，也可以观赏特别准备的曲面电视，了解参访重点。以倾斜角度排列设计的大世纪，考量了观者身高，让所有的游客都能一边轻松走动，一边流畅地吸收历史知识。进入展区，雄壮威武的机车，游客可再次拍照，拉近了几名的距离。模拟派出所的座椅，甚至是霹雳警察的攻击模拟，都带给观者如临现场的感受，替文物展馆增添了不少趣味。展馆内的多媒体娱乐设施摆脱了以往展馆沉闷的印象，不论是小朋友或是大人，都可以在此找到乐趣，体会警察实际工作的艰辛。史迹馆的展柜是设计师在奇美博物馆研习后的结晶，衡量了观者视线打造的玻璃柜，更打造了如临故宫般的观展经验。放映厅则使用与国家音乐厅相同的隔音材质，贴心的座椅设计也让观影者能轻松愉悦地观赏影片，坐再久也不会累。设计师以景鸽的造型为概念设计出发，一以贯之，搭配了飞翔的景鸽，充分发扬了史迹馆的精神，让警察保护人民的意义深植于观展者心中，也成就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展馆设计。是，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对于展馆设计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了呢？在这次的案例中，我们看见了黄凌芳设计师再度挑战了自己的界限，替我们展示了他独特的设计语汇与思维。我们可以想见参访的人们会多么喜爱这个地方，而这不仅是文物的力量，更是设计所带来的影响。你是不是也想来这儿逛一逛呢？快点来吧，我们在这儿等你哟。想看更多黄凌芳设计师的精彩设计，请上网搜寻设计家。